Tchau.完全不怕热的小孩，也不怕热，晒耶，我们有超防晒出来耶。新娘车。怎样？太热情了吗？热不热？那边还有那个拍摄的那个背景。哇！哦，这是新娘房。新娘房，对，新娘房。我们去参观新娘房。新娘房，Hello， 上镜了。Hello。我们的房间。耶、yeah, 哦、oh. 那我们的房间也是很复古很复古的房间，看看厨超级复古，我觉得很像谁的家，没黄明志的家，黄明志的家超像黄明志的家。我今天就顺便要介绍一点产品给你们，就是 Sindora 这个产品。为什么我会想要介绍，因为我之前有来看过这个地方，可是我又担心这边蛮多蚊子，然后尘螨，我也是担心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就用了这个 Sindora 的这个防蚊的这个，它的驱蚊的啦 ，OK， 就是这样子，然后你就对住床那个床哦，你就打开，因为怕有尘螨嘛，我就这样子。那尘螨还可以防蚊呐，因为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多蚊子，所以这个的话是很适合。还蛮香，还有 lemon 的味道，蛮重的，那个 lemon 的味道。嗯，很香。很香，很香。这个紫心膏 ，OK， 这个紫心膏其实是他们的主打啦，我在用啊，来，人家妈咪开给你。它这个的话呢，是用芝麻的，
芝麻的成分。你看我已经是用很久了，请给我有用到，好像他们孩子啊，你看这边啊，蚊子啊，还有这个下面这边。可以虫咬啊，是直接用这个来涂哦。还有宝宝屁股红红的话，也是可以用这个来涂，我觉得还蛮不错啦。然后用小罐比较方便一点。转动可以用的咯，开给各位看。它是滚轮的。滚轮型。它是这样子。肌肉酸痛。可是我觉得它没有到很辣，因为有些的是那种油啊，它一涂了你会觉得冰冰凉凉。它还好，而且它是那种也是黑芝麻味的。如果所以妈妈就喜欢嗅那种黑芝麻的味道的话，这个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啦。亚历士，你嗅看你喜欢吗？我觉得不是每个小孩子会喜欢啦。香吗？还 OK。香。是，所以真的是看个人的，可能我老公喜欢那味道哦，你嗅看。嗅你的手就好。还好啦。它味道就是我刚开始我也是不能接，所以我觉得还好吧，没有到。我会喜欢，所以这个真的蛮看个人的啦。我也没有去介绍，就是完全要推荐你。哎，这个真的很好，就是看个人的那个味道，真的看个人的。有这个辛多拉的这个 nipple cream 嘛？那时候我本来有连续用过后又懒惰，它这个话可以把你的那个乳头，可以如果你真的很勤劳用的话，它可以淡化你那个乳晕的颜色。啊，我给你拍的。啊 ，OK。谢谢。这个话呢，就是现在好像我已经为怀孕了嘛，所以可以再涂，就是在泡奶的时候啊，亲喂的时候啊，都可以再使用了这个 nipple cream。给看一下哈，是怎么样的？透明的，没有颜色的，然后也不会很黏，因为之前我有用过一些 nipple cream 嘛，他们还蛮黏的，这个不会耶，这个小小一支还蛮 OK 的。它的味道其实都很接近，我觉得 Cinderella 的产品都是算蛮接近的。然后这个的话呢，其实是我老公应该要用的，他也是还没有开始用，不过我觉得也是可以开始给他试用一下了。这个是涂那个边波的，因为我本身是没有啦，我也没有什么去涂这个，所以可能如果妈妈或者是妈妈孩子你在清除期，然后有那个边波的话，你可以试试看用一下他们的 Cinderella 的这个东西。我觉得它的产品不会到很快看到效果，可是你长期用了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到你的东西啊，淡斑啊、疤痕啊，会慢慢减少，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去尝试啦，因为它是台湾的牌子，是比较安全的啦。你说，被我们来到外面，然后这个环境我也会比较担心一点，所以又比较复古，因为复古感觉就让我觉得有很多草啊、很多蚊子嘛，所以我就会用这个。我觉得这个妈妈们如果有去 hotel 啊，或者是去民宿，因为民宿我觉得会比较担心他们的卫生啊，所以这一个的话真的是可以必买啦，在就是你有出门的时候可以买，它可以防蚊啊、防尘螨，防尘螨的真的很少，驱蚊的很多，所以我就直接带这一罐，然后就是出门打天下这样子哦。所以今天大家介绍的就这样子啦，然后等下晚上的时候我们就 continue 拍一下他们晚上的 dinner 会是怎样哦。OK， 我们请新娘的哥哥以及嫂嫂陪同。我们先有请我们的贵新人 Clarence 以及 Julia， 还有他们的宝贝儿子 Ashton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I give you beautiful family， Mr. and Mrs. Sun， and also young son Ashton。来看今天的开幕啊！